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学习噜啦，一个是噜啦。拉要做好撸的准备。它两个不同状态的读音，你要把它归成统一状态。啊，唱拉的时候，我们要在撸的状态下面去唱，然后要保证它这个拉还是拉啊，你不能拉，搞不清楚也不行。啊，我们要通过这样的练习呢，使我们不同的状态，不同的咬字都要归在统一的状态下面，使我们的歌唱不会出现里进外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关注、点赞、加强烈推荐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